我教一下大家下面拉吧，好不好？好。几个诀窍啊，第一个就是，大家看我的人，左腿是踩着左半踝，右腿就打大一点。第二点，注意看我肩啊，我给大家拉一下，我慢点做，大家看我肩，看我肩。摩擦这个动作一定要充分的练好，就这个手腕它一定要松弛下来，好不好？